我并不是一个非常外放的人，我也不是一个喜欢表达的人。除了语言，我希望能够通过音乐的方式把自己更多的面展现给对方。 Welcome to the jungle。 音乐是可以打破很多，音乐是有的时候可以打动你的吗？我觉得音乐人都是很可爱的，当你愿意去冲破所谓的社交距离，他也能感受到你的真心。当你跟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玩音乐的时候，创作的过程就是享受的、开心的。希望中国的音乐能够，我希望能够创造一个很好的作品，留给大家，也留给我们彼此。我希望我的搭清凉的地方应该配糖果的颜色，不要太沉重。泰国是很热嘛，然后穿得很清凉，就一定要背那种五颜六色的很好看的小包包，带了非常多的各种发圈啊、卡子呀、簪子，还有就是我的小水壶、首饰盒、手机绳，带了一个烘干机，这个呢是我的刮板，然后对我也带了好多补脑的药，拼了命的吃各种维生素，然后我还自己在家锻炼了一下，就是我希望我自己有一个好的身体素质，别到后来我玩不动，我是不能接受的。然后这个呢就是皮蛋。姐希望遇到什么样的旅行团？别老借东西。就是如果真的大家有需要找我借，我还是会很大方的借，但我心里就是会觉得为什么自己不带，就是因为我自己的很多东西都是我自己一定要用到的东西，我还是会就是习惯于在所有的事情之前，我自己脑子里面会有一个预设，向往着所有东西按照我这个预设慢慢的往前走，但如果一旦在某一个环节出现了非常巨大的不同，以及可能把我所有的预设都推翻，可能我会散乱一下子。能够把我们的声音啊清晰的传递给街上的大家，用音乐的方式近距离互动，把你们的手借给我，我们的氛围感，我们的能量去感染他们，让他们能感受审美啊喜好。